宝贝，你看你看，你现在是妥妥的中国人了。中老混血宝宝成功办理人生第一证，出生证明，上中国户口，外国媳妇羡慕了。这样一张纸你刚刚给我搞一个不就好了吗？这两个人睡的十点钟了晚上不睡，这小孩坐月子真的是家里面的作息时间都变了。 Oh my god， 现在已经快十点钟了，我也才起来，珍珍和小宝贝还没起来啊。今天的话我要去一下县城里面，去医院里面给我们家小宝贝办一下那个出生证明，然后看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啥呀啊户口给上了。去试一下来，上次的资料不正确，就是真正的一个护照翻译件，他那个格式不对，后来又重新整了一个，今天去看一下看行不行。下好大的雨了，现在到了我们在医院里面去办一下出生证明。家人们整好了啊，我们家宝宝的人生第一证出生证明。转了好久，开始在医院里面真正的护照那个名字搞错了，然后跑了好久，跑了两个小时才搞好。现在来到了我们当地派出所啊，拿上我们家宝宝的证。